当我们选择飞行，就选择了相信。大家的每一次旅途，每一张机票的背后，都至少有115名航空人的坚守。这些都是为了保障每一位乘客的平安出行和起落安妥。职责。飞行员这个职业意义，一个是安全，另外一个是责任。机长这两个字对我意味着责任，必须保证100%的安全。我们飞行安全代表的是国家形象、企业荣辱，承载着老百姓平安出行的一种期待。热爱。我志愿投身民用航空飞行事业，敬畏生命，敬畏职责，敬畏徽章。当初入职场的故事，再次遇见五位勇敢、优秀、真诚的年轻人，自成羽翼，才更有方向。为了展现我们新一代民航人的风采，通过多维度考核，组建一个荣誉机组。一人助力化身飞友团，跟随新一代青年机长养成的蓝天之旅。火苗了，燃起斗志，好棒，好厉害呀、我好感动，我被 girls power 给震动了。终身学习，历经千锤百炼，万尺之上，日月终将照亮，理想与远方。